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打的这个关卡呢是盟军敢死队2的正式关，这个关卡的代号呢是 B2。 这个呢我们现在进来一看呢，它是一个这个训练关一的地图，我们先重启一下，看看这个看一看这个游戏有没有什么动画。这是一个无声动画，这按道理原版呢应该有点英文的，这个呢我们暂时看不出来。谢谢这个热界送的100个子弹。这个原本这个字幕估计它算，估计就是说吧，这关有小偷有公民，你们去把这个箱子给偷了，然后呢再想办法突破这个地方，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一关有小偷，那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难度了。这个版本呢是 1.45 版的这个盟军敢死队2，这个手枪子弹呢修改的上限只有24发了，然后呢还有一些小修改，我们打着的时候再说吧。这个托马斯汉克，公民居然叫这个名字，小偷呢？哇，小偷这个读不来，我就不管了。看一看哪个方面行动。这个四面地图就是好啊，我们可以转向了，不像一代那么恼火。哎呀，这玩一代玩久了，来不来就是双击，然后呢现在就搞得很麻烦了。我们现在这个盟军二啊不能双击了，要过走了，跑路有声波了，我们先存一个盘，也慢慢走了。好吧，还是有点不习惯了。打了一段时间盟军一之后，这个盟军二的手感一下子就没有了。哎，这就对了，趴着就，我操，这个不能捆。哦，这一关是他应该是用的一个那个，这关看样子他是用的一个那个附加关的那个设计吧，来替代了这个B2关卡。这个小偷现在只有打的技能，没有捆的技能了。这个有点烦呐、啊，比我想的要麻烦一点。看看有没有东西呢？这个手枪看样子也拿不掉了。不会这个胖子只能那个吧？胖子你不会只能那个？哦，胖子可以，那就好办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们一号这个八号就躲在这个地方了，隐藏在这个地方。让我们的这个大胖子来干活了。公民说还是我才行啊，这个小偷弱不禁风的，打东西根本打不动，没人看到我吧。这个人瞟了一眼，哎，又没扛走。哎呀，刚才是哪个把我看到的？啊，就这个。走了走走走走，没天理啊！我们可以是打了很久的这个游戏了。先躲在这个角落里面吧，这个地方打昏了也看不到。我操，这么好，一来就有一包烟，加一把枪。来来来，兄弟。OK。还想捡烟？另外一个人再来捡。That's it.
手枪，我们还是用我们盟军的这个手枪吧。手枪也惨了、居然只能拿一发子弹。这个人会转过来吗？不理我，不理我算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继续突破。这个居然这边没人看他吗？哎呀没存盘。哦，存了的。我们的习惯还是比较好的。这个人会转身，我们先趴下干活。好了，这个子弹也只能取一发。这和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了。我是趴在这个地方了，他怎么能看得到？我必须把这个救出来。还是先把这个引过来吧，我们在这下面丢一包烟，他肯定能看到。看这个视野能有多少，这么大，这个就很烦了。来，我们来我们的高级战术，请君入瓮。这包烟他不会看得到吧？我怎么忘算这个时间差了？哎呀，你还真能看到。无所谓啦，你们两个捆谁都一样。这个人居然是有烟的，对我这包烟一点兴趣都没有。OK， 我怎么把这个引过来？丢在这个地方就行了。捡吧，捡了你给我转回去。转身。Yes。一拳打翻。No problem。好了，这个我们。哎，这包烟本来就是我的，我们得把这包烟扛回去吗？扛到这个角落吧。Yes, sir。我先在这个地方躲一下，看能不能被发现。哎呀，这个，你这个，这。存不存呢？先看看这个里面有什么。我去啊，这么多东西！看样子这是一个欧美玩家的那个设置吧？居然连夹子都有。我们先不管它，也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过，我们就这样先打一下，也许能过。鬼畜般，但待会我怎么过去啊？把这个扛走，最后应该能够扛走。他只要是这种，我们现在轮到小偷上场了，先爬回来吧。好了，我们让小偷上场。你这个小偷躲在这个地方，不要以为我没有看到你，过来干活了。这个爬这个电线杆，看样子是没什么错的了。但这个小偷过去的目的是偷那个的。你过去他不能管，必须把那个东西偷掉。当然我们可以耍无赖用这个夹子。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呢？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我们的托马斯汉克他能不能用这些东西。托马斯看样子不能用这些，那我们就交给小偷吧。难道小偷能用这个？这个好像托马斯都用不了吗？夹子你都用不了，这是你自己的道具啊。不会吧，夹子也不是你用的。小的能用夹子？烟酒
我操，这个夹子居然给了小偷，也可能是这个特别关卡吧，其他都没变化，但是这个小偷居然多了一个夹子和烟雾弹的技能，这有点牛逼了。哦，但是小偷那个捆人技能被取消了，小偷捆人技能被取消了，这个是标准版本，也就是欧版的那个设定，小偷是不能捆人的，小偷不能捆人，我们得爬过去，爬过去以后，哎，这个来不及呀，得在这边来爬，这个角度是，哎呀，这还真不行呐，这后面能过吗？应该是有百分百的地雷，这没地雷就怪了。哎呀，你还真没地雷！哎呀，我高估了这个欧美玩家，他们这个地方不设置地雷那是很正常的。但是我把这个打昏了有什么用呢？我现在目的是去拿钳子，钳子应该在这个里面，或是这个，应该是这个里面，因为这些人我捆不了。他如果把钳子放这个里面的话。这个地方我爬得上去吗？这个可以爬上来。打昏，然后我跑。你还过来干嘛？多事情。看吧，我就知道这个人身上有一包烟。捆不了你们两个，虽然你们两个命大。蓝光无所谓，这个也无所谓。哎呀，没存盘。哎呀，我就知道，这个地方应该存一下的。直接爬进去了，直接爬进来了，好像也可以啊。还是打昏比较好。烟偷掉。这个地方来存一下。我去。这个地方能跑吗？你还过来？哎呀，一把枪都拿不掉，存盘。哎呀，这个你能看到，先看一下，是不是在这里面？我操，这个刚才谁啊？这个视野这么长，先把这个扛回来。我操，刚才那个视野好长啊，这么长一溜。好了，现在我们的八号行动。一人一拳，打昏在地，再多打两拳。这个你能看到，我去哟！你这个，这是让我潜入进去偷那个钳子。哎呀，这个怎么办呢？只有给你一包烟了，看样子。我强行进去。哎呀，这个没有那个，
哎呀，这关还全捆不了吗？钳子居然在这个里面。哎，别走别走，看得到。哎呀哎呀，这。哎呀，这个时候我应该绕过去的，把这个偷掉，然后我再爬回来。哎，好像剧情是这个样子。哎，剧情原来是这么回事，我给弄错了。剧情原来是这样的。完了。Yes. 这是为什么？That was an ad. Already there. 这怎么会看得到我？刚才都没看到的啊。好了，我们这个偷袭归来，发现出了一点小问题。我能用炸弹吗？这个里面是钳子，我在哪个地方丢一个炸弹把他们引过去。哎，不会弄成死党了这样。存个盘，暂停一下。哎，暂停呢？这个我们暂停看一下。这个，哎，刚开始这道好像真浪费了。他看到这个，然后我该把他引过来之后，我溜过去，这样是对的。或者是把这个打昏，然后把他们打昏，这个没用，还是得把这个，或者把俘虏丢在这个地方，我然后溜过来把这个偷掉。但是现在这个视野被我摸，哎，被我这个先把这个扛走。苏迪巴航洞，我操，这个才叫真正的鬼畜，我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这枪也没有吗？哎呀，你还真没有枪！我操，拿不过来。这关没有盒子了，就那一个了。我小时候不能捆你这个，让我用夹子把这些人夹死。这样又没太没意思了。像这样，如果夹死这个，好像这一关又太简单了。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办法挽救这个局面。我枪都没有一支，先找那个谁啊。把枪给我一支啊，兄弟！
全部都拿来吧，反正你这边都没用，这个好像是你的，这两个到底拿给他干嘛？这个也给他吧。我们想办法来把这个扛走吧，先把这个顺序弄好。哎，我去，又忘记存盘，先过来打两拳。好像这个来不及啊，感觉。哎，看这个就移过来一点了，你看这个又移过来一点了，这下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差给彻底修复了。好了，然后这个说来。胖子，你的枪啊什么的你自己收，我给你扛了好多人回来。这个胖子大怒，你这个叫投机取巧，坑蒙拐骗。不存盘，我们就这样用快速存档。你看不到吗，兄弟？我想把你固定在这个方向。哎，扛不起来吗？哦，没有捆。这，你为啥不往这边转？我丢包烟，他会看到。然后这边就是四个人了，但我没用啊，这四个。先这样看一看吧。这样你也不要。我操，丢进去了，可以捡出来。原来丢进去了，你捡不到，给你丢外面一点。哎呀，看不到烟没道理。这个回去的时候，我应该把这个解决了才对。不可能是开车啊，这个。难道我能开车吗？我去，还真能开。就看不到的吗？哎，这个好麻烦呐。Yes. 我操，我是不是太贪心了一点？好像是这个样子，我就可以把那个偷回来了。再打一拳吧。这个打了就跑，不能捡那包烟了。哎呀，这个时间好耽搁啊。哎，你们分兵两路就太不教化了。
go go go！ 这个看样子还得往这个方向丢，我只能从这个地方下手。这个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啊！啊，这个怎么总是往这两个方向？那就只有拿你下手了。我操，这个来不及啊！我去，这样都行。难道是这个样子吗？声东击西。哎呀，来不及啊！这个视野太大了，这么大。哎呀，这个，噔噔噔噔噔，四号好像组织需要你啊。四号身上有子弹吗？手雷是你。On my way. Zu den Baracken. Delicate work. 妈，这个视野不会有这么长吧 ？OK. 刚才谁把我看到了？这个人。来来来，我们来一个手雷。No problem. 哎呀，没人理会。哎呀，这下这个 ，OK， 好尴尬啊，这样，没人理 ，No problem， 虽然我重新玩的那个方式已经想到了，但是还是想这样一次性把它打过吧。Wo ist er hin? Yes. Was war das denn?哎，你这个，这，我想了这个办法，这么巧妙，都还是被发现了，我都感觉实在想不出其他办法了。好吧，我们继续再用一个高级的。我操！我们战术弹尽粮绝，这个应该能看到吧？为了多争取一点时间，我们再来一瓶。这个酒居然忘记设快捷键了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来。你这个人不应该看到那瓶酒吧？那瓶酒不存盘还是有点压力啊。
看看这个视野，好像能看到这瓶酒，这瓶酒还只能丢这个地方。OK。等他捡酒的时候呢，我们在这边再来丢一包烟。或者他直接看到烟也行，反正就让他要耽搁那么久时间。好，看不到这包酒，这个人再打他们一拳，好像刚才是自己行动。为什么你先行？我操，我这个操作简直是一顿操作猛撸，一口气打三个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正式开始。然后准备马上溜过来。Where's the hin? Already there. Heinrich. 哎呀，这个怎么会没有一起跑过来？我们设计的战术如此完美。好像没对啊，这个怎么打冒金星呢？这个打冒金星就醒得很快啊，还得打两拳。你看吧，这个提早醒了，怪说不得出事了。站起来踢两脚。踢成脑震荡了。这是斧头帮之歌啊！现在才发现，这怎么这个外国人怎么把斧头帮之歌给抄袭过去了？哎，这个人好烦呐！本来和你无冤无仇的，这样我就溜过来，就可以把这个箱子给偷掉。这个箱子偷掉之后呢，我还得找个地方躲一下。这个纯粹能不能从这个下面爬过去呢？再来。哎，这个时间走得太不巧了。Wo bin ich? Going. Was war das denn? Wer hat mich geschlagen? 去检验，那边去检验。哎呀，你怎么还能看到？现在你们去检验吗，兄弟 ？Already there.哎，回去了，来不及撬这个箱子。Good idea, I suppose.你居然能看到！Already there. Going. Uh-huh. 哎呀，果然都在这个地方。
我们这个战术想的是非常不错的，用一个道具烟雾弹倒是很容易就做到了。我们想怎么不用这个道具，不用道具过都过不来，要把这个引出来。结果爬上去倒是没问题，我的目的是把他们引到这个位置。为什么老大你总要来抢这个功劳呢？Going there. Yes. Hans. 这边这个操作没跟上。Already there.这个太无耻了！你们这些视角。Good choice, Colonel. 这么大。还能看到，我还以为你看到，他不吃烟的，好像是。突然想到一个办法，我们来测试一下，他不吃烟，忘记测试他喝不喝酒了。我们把这瓶酒给他。Yes。哎，果然你要喝酒。Yes。然后他就会看到这边一大群被捆掉的人。好了，这……哎呀呀呀呀！你不是要喝酒吗？就让你喝了，你还要咋样？然后酒还给别人偷走了，怪说不得。我得从后面绕。Good idea, I suppose. Hey, uh-huh. 还想起来。Yes. Yep. 这个人身上的子弹居然有三颗。看来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。Yes. 时不宜迟，必须赶快行动。哎呀！哎，刚才有什么区别呢？刚才那次我们打得那么顺，把这个也一起引开算了。引开我直接爬过去，不知道来不来得及。不能让那个看到。Yes. 又看不到。坐了车会咋样？还不如司机开车开了溜。来，兄弟，就让你看到。哎呀，你这个，大家都往这边走，你一个人往那边走，无组织无纪律。快走快走快走。
我是不是应该多等一下？多等一下，然后再。等他们看到这堆人的时候再行动。哎呀，还能看到这么大，还呀，这。我操，这关难道不能全捆呢？我们看看还有啥想不到的战术。爬上电线杆子好像没啥卵用啊。他救了这个还没看到这个酒吗？你这个老大没看到这边这个酒吗？这个时候我已经过来了。哎呀，你居然看不到这瓶酒。我操，这个是个傻子啊，原来。这个原来是个傻子啊。哎，不是傻子。我已经勾引了这么多人。我躲在哪个地方？四号，轮到你出手了。Okay. That's it.哎呀，你们就这样。这好无趣啊，这样不对啊，可以把这个人也引过来。哎，这次你又过来了。这根本来不及啊，这四个活动起来我好像也跑不掉。这个地方过得去吗？ No. 我操，这样把自己给炸死。
哦，这个样子可以。这边没地方躲啊，这一大片森林没地方躲。哎呀，这样都能被看到，我简直是服了你们了。Good idea, I suppose. 我们看看这个能不能假想成功。哎，好像这样还真有可能成功啊！我去，这个还只能贴边走，贴边走过来丢一包烟，把他引过去。这边有躲的地方吗？没有啊。这边有躲的地方吗？哦，还有一个办法，忘记了，耍无赖的办法，但不知道能不能成功。一般情况下是可以成功的。哎呀，刚才那个不存盘还是有点。Okay. 你们这个就这样结束啦？不过去救人吗，兄弟们？Good idea, I suppose. 海南。八嘎事儿。八嘎事儿。救吧救吧，救完了去喝酒。看不到这瓶酒啊，你们几个。That was an ad. Sigurdsson. 好像我这个想法没想对呀。上不去吗？我操，你爬不过来呀、啊！
爬不过来，你在这个地方没处躲啊，这个声东击西的办法好像不好用啊。没看到我啊？怎么看到的？不可能看到吧？刚才是看到了吗？去捡酒啊，兄弟们！这边有酒啊，你们不捡的吗？我身上还有多少？还有三瓶酒。来来来，这个酒给你们丢个本。Yes. Yep. Okay. 踢这个。Okay. 哎，跑错了。哎呀，那个人怎么会提前醒呢？zu den Baracken! Wer hat dich geschlagen? Hans? 去吃酒啊，你们这些人，我给了你们。哎呀，这个人被挤过来了。Good idea.完了，这个没地方爬过来，这边上也爬不过来。再来再来，好像就只有这一个办法。刚才有个人醒了，重新踢几脚。这次好像很完美，我们存一个盘。第二。Going there. Geschlagen. 我们以最边上。哎呀，居然被看到了。哎呀，我不跑了行吗，兄弟们？我就在里面。我们采用 Plan B B 计划。我现在采用 B 计划，躲在这个角落里面。哎，你们终于开始去捡酒了吗？让我爬过去行吗？哎呀，来不及啊，这个。我去，你把这个封锁完了，真正的 B 计划好像只能用 B 计划试一下了，还不知道能不能成功。要是成功的话，这一关就过了；没成功的话，我们再想。哎，要是打算用 B 计划的话，哎，那个人呢？那个独一无二哦，这个。不准看到我，你们这些人排好队到这边来吧，这边来的时候把你打昏。我早就知道让你看到，
哎呀，这个操作问题，操作问题。好像我们这个办法是可行的，幸亏这个地方存了一个盘呢、啊。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出。要打一个完美的玩法，果然是难呐、啊！我还说今天这个关卡最多十分钟打完，然后呢，我们继续把那个下一关白色死亡，或者是军舰关再打一部分的。哎，居然没想到这个是加强版，不是用的原版，我们只能用这种超级腾挪术来实现我们的这种高级玩法，随便解。老兄，你想减多少减多少，没人烦你。哎呀，你这瓶看不到吗？我们这个地方操作要快一点，要赶快跑到这个角落里面来。刚开始跑晚了一点，把它打在这个地方不行，必须打在这边，让他们那边人看到。然后呢，会有人说，就算你把这个人打了，你怎么逃回去了？好像我现在也是在想这个问题，我他妈怎么逃回去了？先那个样子再说吧。在这个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来测试一个高级战术了。现在存盘也不好存。哎，这个怎么行呢？来来来，来多少死多少。好了，大家把位置攒了一下，怎么总打在一个人身上？一个，两个，这个是三个。这个人好像打昏了，不叫了。怎么这个人还在叫？好了，我们再存一个盘。第二轮的应该就这样过关了。四号，回来。我们现在八号身上还有。八号登上，这包烟得好生利用一下。早知道这两包烟没起作用，这个地方就直接丢一包烟就行了。哎呀，点错人了，好倒霉！我去点四号的。八号呢？八号继续打人。打这个。没打对吗？在别人的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打。好，看我们现在隔墙交易术能不能成功。要是成功的话，这个关卡一下子就简单了。哎，你这个胖子不能爬过来一点吗？哎呀，你还真爬不过来啦。没事，我往这边爬一点。我过来一下，看看能不能隔墙交易。啊，这就对啦，我就知道吧，高手玩啊，就是让大家想不到的这种。这下瞬间一切就简单了，都没有什么难度了。然后这包烟好像不需要，这边刚好烟酒。哎，这个好像还无意之中成功了。好了，这关我们就打完了。
大家你们也可以服气了吧？你们想不到会这样成功的。Yes. 你死得老惨了。好了，这把枪偷过来都不需要偷了。这个人先不理你，我先把这些解决。这些咋解决？先把这个扛回去吧。Good choice, Colonel. Okay. 这关是不是还要我排雷啊？好像我们过来排一个雷吧。哎，这个雷好像被我炸掉了。存个盘，存个盘，不要排雷，把自己炸死了。哎呀，我就知道吧，这个是高级一点15版，这个排雷器的那个也是非常的窄。看看这个任务完成了多少，不可能要我把雷法排了一颗雷就行了，哎，这就对了。然后就是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了。这包烟捡到。No problem. Okay. 好了，继续打几拳。我现在实际上心里很担心这个玩成死党，因为我现在这个小头彻底没地方躲了。这个给我一个炸弹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关还有东西要炸的吗？我去，这个不会带入侵吧？哎，这个要是真带入侵，那我就彻底没搞了。这个是往这边看的。哎，这个我怎么进去了？但愿他们看不到吧，看得到好像真死党了。Okay. 酒了。Yes, sir. 没没。哎呀，怎么点错了？点错了。OK. It's done. No problem. 哎呀，真是这样啊！那我这个地方就没有弄对啊，这个地方应该直接交易。就不应该去勾引这三个人了，这样我就可以安心的躲在这个地方了。哎，好像那个存档我们还有，我直接在这个地方丢一包烟的话，跑不出去这边跑不出去，这地方没地方躲。这个是这个情况。我在这个地方行吗？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能不能躲。这个说我先躲过来吧。我操，你这个胖子钻不进去，估计这个躲不掉，这个应该躲不掉，自己骗自己。算你牛逼，幸亏我有一个存档。哎呀，这样一看，那个胖子跑的位置就跑反了，应该跑那边去躲。这样呢，我就不需要节约这么多时间了。谁能想到呢？好了，准备潜入回去了。
Let's go. This is the game's "万万没想到" series.不要以为我不敢打你了。哎，这，这谁看到的？没人看到啊，看不到的啊。哦，这个能看到，那就饶你一命吧。这个转回来会看到我，还得过去，还不知道他往哪边转啊，直接过来就行了。啊哈 ，OK， 死小偷，你一个人在那边偷懒，偷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，居然都不给我，全部拿回来。一个不留。好了，这些就归他了。这样我们就彻底把这一关打完了。Okay. 是好说好好无。哎呀，我这个是不是真嚣张了一点？It's ready.还是爬过来啊，八号也得赶快爬过来躲着。Okay. No problem. 来来来，我还正担心你不出来了。哎，他看到我的。I doubt it, sir. 他居然是看到我的。No.赶快爬回来躲着！我操，这个时间怎么这么急啊？哎，完了，这个爬不过去了。哎，刚好过去。先躲一下，先躲一下，让我存个盘再说吧，兄弟们。哎呀，别乱跑，别乱跑啊！这个东西虽然是四面地图，但是操作起来还是很烦的。存盘，让我这个大胖子也来一个一穿二战术。哎，那边那个还没看到。好了，上面这个该过来了。这完全是属于那种什么玩家玩的了，根本就不是属于我们这种玩战术的玩家玩的。这个你不出来吗，兄弟？哎呀，我酒还没解。哎呀，没存盘呢，应该存了的吧？啊，应该存了的，我就吓我一跳。你为什么不来救人呢？我就说，快来救人，快来救人。我们这个想方设法，终于把这一关 B 二给1.45版的 B 二，这各种的想不到系列。哎，要不我躲这边来吧。哎，顺便把这包酒捡了，还有这边还有一包烟。啊，就是啊，你看，多运动一下总是有好处的，不要老是待在那个地方。
你看你这个不捡居然我还我还捆不了吗？哎，这个怎么回事啊？卡在里面啊！我去！哎呀，幸亏是四面地图啊，这个要是单面地图就彻底卡在里面了。好了，这一关我们的全捆，历经千辛万苦，面对各种死党坚决不放弃，然后呢，终于成功了。谁能想到这一关居然有这么多的机关？ 1.45 版就做了一个小小的更改，把那个小偷还原成了 1.0 版本的小偷技能，小偷是不能捆，然后这一关的全捆难度就加大了。欧美玩家设计的时候呢，肯定按照那个屠杀模式、杀人模式去设计的，所以呢，他没有考虑这些，这样就彻底。On my way。对于我来说，这后面的就完全就是切菜行情了。这个小偷也很无语，哎呀，我居然给了这个托马斯汉克，居然给了他这么大的勇气去捆这么多人。我操，这么大的视野，你这个纯粹是按一代来设计的，这个真看得到吗？好，现在我们来表演一波一波流选手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十个，捆一口气捆十个是如何操作的。先存一个盘，我们再存一个盘，因为这个盘已经报废了。好，一包烟一瓶酒，按道理应该是他从这个地方拐过来，我酒丢在这个地方，烟丢在这个地方才对，好像是这样，这样才能一口气捆，这样子不然这个手速跟不上啊，不可能一口气捆掉。我们把烟丢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呢，我们要把酒丢在这个地方，然后丢完还得马上跑。我操，这个音乐都告诉我，我这样好像要失败呀。哎呀，果然失败！你这个视野是不是太大了一点啊？这样绕过来，我还刚好在这个视野里面，他居然都能看到。但是我这个好像又没有办法，没地方躲啊。你这个能看到吗？我在这个地方来丢，不可能，丢不到这么远啊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这个看不到啊。哎，看得到啊！来捡烟，兄弟，我早就等你了。哎，你这个捡烟，这个。糟糕，那个人来了，我跑得赢吗？哎，没扛走啊！哎，这个来不及啊！香烟位置没丢好，香烟位置没丢好。酒位置在这个地方丢是可以的，香烟要丢在这个我们能够，香烟丢在这个地方，这样我们才有足够的时间，足够的时间把这个俘虏扛走。On my way。为了大家看清楚，我把这个铁丝网绞掉吧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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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Yes, sir。一本道开始了，我们的一本道流战术。哎，你这个。你就算看到我，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把小偷看到？这个小偷你这个没躲好吗？这个应该看不到的啊，这是阴遮挡的这个线，要不我躲这个地方来。
哎，我操，这个地方这么危险！这个小偷没躲好，重新爬一次。这次应该没问题了。他这个，我们得让他就是说拐过来的那个视角要拐来，刚好能把烟看到，但是呢又得绕一下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实现，就是说时间上比较融洽一点。不会是被这边的人看到我的吧？一个一个捆，哎，果然是这个看到的，那就应该在这个地方来把尸体丢这个里面了。我操，这个尸体丢这个里面的话，操作就要求要高一点了。哎呀，有点错，这个操作就要求高一点了。如果在这个地方，我这个一口这个视野，我自己掏枪看一下。哇，这样子，这条线，先把烟丢下来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丢酒，丢在这个位置，这条线上。哎，没人吗？我操，这么远，要丢在这个位置。On my way.这个我丢得过去吗？丢了还得跑。哎，这简直是倒霉之极了。好吧，我们稍微腾挪一下。丢在这个地方，然后跑回来。哎呀，你这个拐弯抹角也拐的。好像我是不是想多了一点？刚才这包烟要是丢在这个房子后面就行了，我躲在这个地方，他看回去之后再丢回来。他这个视野。I was trained for this. I was trained for this.我去 That's it. 哎呀，这样看到的，原来还是这样，没法，这个地方好像捆不掉。我不可能把香烟丢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吧。这个视野你到底一共多长，让我看一眼都好办。他偏偏就是说道长不长，让你不知道到底有多长。Okay. 我最狠的呢就是这一招。这个地方丢香烟。No problem. 让我他妈的跑得赢吗？这个。No problem.他往这边看。我得想办法让他往我这边看。Yes, sir. 哎呀，没看到。No
这边捡个铁丝网，从这边绕回来。OK。然后在这个房子后面丢。That's it. OK.哎呀，这个你这个视野也太飘忽了一点吧，老大。哎呀，不转身看这边吗你？哎，这样不能一口气捆啊，表演不了我的这个，一个一个捆，这个对我来说。这样子捆的话好像很无聊啊，我们还是想个办法一口气捆完。这个酒瓶没丢好，这个酒瓶要丢来刚刚好，它刚好可以转身的那一瞬间要对着这个方向垂直来捡。这为什么是看不到呢？你车能开走吗？这样让你看过来，我这样让你看，你这样总满意了吧？看看这个视野，至少要丢到这个位置。这个太长了，他从这个地方会拐一下。哦，对，我可以在这个地方捆。Let's go！ 来来来，把这些给你捡完。好， okay. 这样我就不怕了。这个地方来丢。Okay.利用这个做遮挡，刚好可以把人扛回去，扛到这个里面来。虽然说每次累一点，我们把这个角度算一下，大概能看到多远？大概应该就看到这个地方。OK。这个地方不知道能不能趴着躲，估计是不行。Let's go。小头趴在那个地方都气死了。你这个公民在这个地方表演半天了，能不能快一点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搞得这么麻烦。难道没有其他地方捆吗？这个角落捆本来是最好的。我们再试一下这个角落有没有机会。哎，这不行啊，这个地方丢尸体，这个后面来的人怎么都容易，除非我把这个车完全打横过来。这好像这个车不好倒啊。我操，你不会真让我这样倒过来吧？我操，你这个人是不是一伙的？居然这样放水。哎呀，不该说啊，你还真要放水。哦，果然是这样，在这个地方捆，那就是最简单的办法。哎，又
算了，不用这个车了，这个车看样子不怎么好，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办法。我这个地方小心一点就行了。OK。小心一点，把这个酒瓶丢出去。丢这个地方一点，他就应该100%能看到下面那包烟。哎呀，这瓶酒被捡了。打晚了一点。今天打的怎么这么差劲儿啊，手感不太好。太久没有打这个一代了。搞到现在。哦，太久没有打这个二代了。这个走的速度明显。明显太慢了一点。哎呀，完了，又被捡了。就差这么一口气。哎呀，还被看到啊。我去呀。有没有这么夸张啊，这个我的这个速度明显不慢啊，为什么？ Okay. 这胖子走的真是慢呐、啊！我、哦、操，跑不掉啊！哎。这纯粹是坑人的设计，早说我就一个一个捆了。哎呀，这个还一个一个捆不了啊，这个还得丢到那个这个视野差的那个地方去。我操，这个怎么办呢？这个弄不掉啊。要被看到，这个还只能丢在这条线上。这条线看一下，我操，丢在这个地方才看不到，然后才能扛回去。谁能想到这么麻烦？你捡哪包烟？先说好。Yes, sir. 让我把你人扛起来。哎呀！哎，这个还跑不了。只能在这个地方，只能在这个地方。我操，这个地方好像也躲不掉啊。OK。On my way。好吧，算我们用下无奈战术。用下无奈战术。I was trained for this. Okay. 我操，无奈战术都用不了啊！这个视野太长了。
这视野好像都看不到头的。冲到这个地方来，这个地方也躲不掉。我们先测试一下吧。Yes, sir. 哎，这要老命啊！哎，我操，没酒！哎，不会吧，还有一瓶酒啊！我操，小偷身上！哎，三瓶酒啊，我记得是。哎，只有一包烟。哎，这还他妈的存下去了，丢在这个地方只有。Okay. No problem. 哎，这个差一瓶酒就麻烦了。小偷身上还有吗？Uh-huh. 哎，这个人身上还真一口气捆不完了、啊。这样，我本来还说一口气捆。算了，先把你这瓶酒拿回来吧，我们不玩了。没看到这包烟吗？哦，这样子可以，在这个地方，他的视野还真是全地图。我还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这样耍无赖行吗？大家无赖到底。俗话说得好，大家无赖到底，然后看看谁厉害。这个无赖，你们大家没想到吧？哎呀！我去！这个，因为是超长视野，我们用过什么办法来捆呢？这个地方能看到我吗？啊，能看到啊！这个地方也躲不掉。哦，这个看到的。我去，这个看到，我刚才还想在汽车这个地方捣鬼。这个能看过来吗？应该能。这个汽车的用途总感觉没发挥出来啊，这一关给我这个汽车应该有点用的。On my way. 真的要看一看这个视野到底有多长了、啊。哎，我把这个搅了，它会不会就从这边过来了？我得让它从这个地方过来。我们先测试一下。哎，这个好烦呐、啊！ I was trained for this. 这个是怎么操作的呢？搞忘了、啊。这个样子。我去、啊！ On my way. 这个视野看不过去呀、啊。哎呀，这个也不行，这个也不行，这边还是会看到。Let's go. Okay. 小偷不能捆人。哎，这个就差一瓶酒，哎，
前面不小心浪费了。It's ready. 我的烟呢？烟好像是两包烟好像没用啊。关键是要酒，要只有一包才行。Yes. 这两包。我就算在这个地方打了也没用，没地方躲。Let's go. 啊，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啊？关键是这个。这个我又来不及躲。I was trained for this. Okay.哎，少了一瓶酒，真是麻烦。On my way. 好了，只有让小，哎呀，小偷帮不了忙啊。这个躲哪里啊？这个没地方躲啊，感觉好像就只有这个地方算比较好的了。这个地方丢包烟，他又从那个地方过来，我还是不好躲。关键是这个视野一飘忽就被看到。再想一下，哎呀，刚才以为这个地方直接就完了这一关，居然现在弄出这么多事情。算了，不管了，没时间了。这个打得我心力憔悴，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吧，我就一个一个打。哎呀，不想这么累了。先把这个视角对一下，这一条线。Yes, sir. Okay. 简直没想到，最后我们还是只能用这种。That's it.哎，这个能看到，这个太无奈了。你这个跑也跑不赢啊，这个走的速度。Okay. 关键我站不起来。No problem. 瞟一眼。哎呀。好像这个战术能成功。I was trained for this. Okay. 哎呀，这个又爬着了，晚一点。I was trained for this. Okay. 这要是小偷的速度多好啊！哎，对啊，我可以让小偷去帮我丢烟，丢这个啊，小偷，帮我丢一下，我到这边来埋伏就行了。小偷说：“你他妈现在想起我了？”小偷丢了跑得掉吗？我感觉小偷丢了好像跑不掉了，丢不了这么远，这个地方又爬不过去。这小偷好像不行啊，这个。这小偷没。我操，小偷好像真不行。
哎，还是得他自己来。哎，这个胖子算你倒霉了，你这个天命如此，居然没丢进去。哎，果然来不及。哎呀，这个来不及就有点烦了，这个走怎么走那么快，丢了就得跑，还得赌他看不到，丢了就得跑。我存个盘，看看这个到底能不能过。哎呀，刚开始以为一分钟就能解决的事情，现在打了一个小时多了。这个还能看到，你这个还能看到。非要用我用炸弹吗？这个是。算了，我先把那瓶酒弄回来再说。哎，你居然还看不到。Okay. 这个不是看得到吗？我丢那么远。That's it.I was trained for this. Okay.多存盘算了，满以为自己一口气可以打完的，结果发现不是想的这样。Yes. That's it. 哎，上面又来了。还有这种好事，我这个地方丢一包烟，不知道他能不能看到。哎呀，看不到，烟应该丢过来一点就成功了。哎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好了好了，那这样就好，把这包烟丢过来一点。No problem.坚决不用那个，这个怎么能丢这么远？哎呀，这个怎么没晃到呢？哎呀，这样也行，这样也行。那不对呀，这包酒不能拿给他捡走。我们的目的是要保留这瓶酒。但这个呢，又不能让他偏你过去看到。再过来一点。No problem. 斧头帮这个一点没好运。I was trained for this. I was trained for this. 你们这些怎么回事啊？看不到吗？又，啊，好像还看不到。On my way. No problem.刚开始我怎么出事的？
哎呀，你还直接去点这包烟，那我很高兴啊。哎，你看不到？哎，你又把酒捡了，那这包烟还得往这边一点，这包烟还得往这边攒。这包烟呢？这包烟好像没啥用啊，稍微都攒一点。That's it. Go. 直接就看到了，还有这么好的事啊。On my way. Okay. 我操，这个一点四五版为什么这个敌人动作这么迅速？纯，这个算正，这个算正，应该没问题啊。Let's go. 这就是一口气大法，一切都是这么刚刚好。当然对于手速不好的朋友还是多存盘吧。Yes. 这个时间差刚刚好，他走过去这个房子把 这条缝给挡住的时候刚好可以那个。哎，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走？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走？糟糕，这个难道我被发现了？哎，果然是被发现了。那就只好让他把这包烟捡走了，让他来这个，我再对付他。你一个人吃两包烟，要得肺癌的兄弟。No problem.这个不知道还有没有效果。然后这边再来一包烟，我操，这个又形成了一个超高级战术，连环套战术。刚好利用这个时间差把这个视野挡住。Okay. 好了，这下子就没什么问题了。On my way. That's it.看我们走的这个时间，一秒钟都没多，一秒钟都没少。这种战术理论上，要是你的那个什么烟和酒足够多的话，好像就可以演。哎呀，哎，还可以吗？那包烟被捡走了。哎，这个操作失误了，重新来。存盘的意义就在于这个地方。OK。别想捡，哎，又打早了，打早了，这个烟就会被捡掉。这个就是那个什么呢？就是说你打到那个时机吧，必须非常连贯，才能保证这个烟或者这瓶酒不被中途被捡掉。你看，弯腰的这一瞬间打，然后这个酒也在，这包烟也在。
小偷趴在那个地方，估计把耳朵捂上了，说你这个地方唠唠叨叨半天，什么事情都干不好。小偷很郁闷呐、啊，他没有那个什么，这次又是刚刚好。好，小偷说他终于忍不住了，他要出手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小偷发现那边就一个人了。小偷说气死我了，你这个人耽搁我这么久时间。好了，我们看看八号这边也是打昏在地了、还要嚣张吗你？把我挡在这个地方挡了这么久。好了，这个说这包烟拿回来再说吧，好歹也拿一把冲锋枪装装样子。走喽。哎呀，捐就满了，过来把这个捆掉。好了，小偷说终于可以站起来了，这个地方趴了这么久。好了，这次算真正的完了。哎，这个地方居然还有一瓶酒。哎，这个胖子已经把东西解满了。好了，最后说胖子，这个交给我，小意思一个。兄弟，抽烟吗？ That's it. 子弹也偷走，一次性只能偷十发了。好了，把这个扛进去。哎，终于结束了。这一关我自我感觉的评价就是，就像裹脚布一样，又臭又长。但是呢，想不到这个地方居然研究出一个这个战术，这个战术一旦扩展出来，好像是法力无边啊！以前都没想过这种。好了，我们准备坐车逃亡，看一看任务完成没有。一个任务，两个任务，哎，这个是什么任务？把铁丝网剪掉，我剪了一个算吗？全部要剪吗？这个什么用探雷器吗？哎，怎么还提示我有任务没完呢？这个四号还得把雷挖完吗？这个铁丝网已经缴完了。OK， 这边还得挖雷吗 ？No problem. That's it. 探雷器出场。来，我们看一看这个工兵。我操，一个雷！哦，雷都捡不起来了。这个胖子偷了多少东西？算了，这把枪不要了，挡着我了。这个胖子太喜欢偷运军火，所以呢，老是被那个被雷猫啊什么的盘根剥削。你卖了东西啊，你得分我一份儿，搞得基本上就是有那个间谍和那个被雷猫的任务了。胖子就很少出场，因为他知道捞不到什么油水。我操，你拿手挡住脸就能不被炸吗？应该没了吧。去哟、哦！这个引诱还要不要人活啊？你这个一毫米的距离，哎，你给我捡起来。应该没了吧？OK。好了，这个地方可以随便跑了。Yes. 看看任务。好，这个完了，然后最后坐上这个卡车撤退。
任务全部结束。我们开车走，诶，居然是小偷拿着方向盘的。小偷说这个功勋还是得我来拿。拜拜。这副驾官，你居然就这样算给我过了。我们这个地方呢就不管了，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打的。至于这个东西嘛，我们就是下次来打，下次我们就打这个算是正式关吧。这个是正式关，居然那个这个 1.45 的那个 B2 副驾官，他为什么连个报表都没有？我好不容易搞了一个全滚出来，他居然报表都不给我看一下，太不像话了。这个是下一关，下一关我们下次再说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打到这个地方，也很晚了，大家再见。